说起欧阳妮妮，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，但如果说起欧阳娜娜，大家一定都会认得。而欧阳妮妮就是欧阳娜娜的姐姐，也是一名星二代，也在娱乐圈发展。但是欧阳妮妮虽然也出道了，但是名气却没有妹妹欧阳娜娜的名气大。虽然在事业上没有妹妹成功，但是欧阳妮妮却经营着自己的潮牌服饰，而且销售成绩很好。欧阳妮妮平时经营社交网站，除了常晒一系列美照，同时也常推广自己经营的原创服装品牌，并找来妹妹欧阳娜娜、欧阳弟弟入镜，帮忙宣传潮牌副业。她近来也常透过社交网站分享在韩国走秀的美照，看得出对于时尚潮流十分有研究。不过欧阳妮妮自演出电影《六弄咖啡馆》后，就鲜少推出演艺作品。据媒体报道，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有韩国方面的人找妮妮加入女团，也有人找她主持节目，但她都没有兴趣，反而是比较喜欢彩妆、服装类的工作。